几乎在最另一边，你知道吗？在另一边的港。妈的，在补机场。对没，在机场，看你俩超远，不知道啥情况。我要降落，我要降落。放轮子。OK， 安全降落，甩尾，天元帅。妈的，甩尾侠是我。快看他们泽明哎，我要沉。你有看到我？你过来，我回到城里。快看到。我们到城里而已，但是他在机场。你在机场。我到。我们就一直开直线下去，应该就会到。我到了。到了，那应该结束了。交机了。看我刚被打到，妈的，我中两枪哎，靠！在飞机上中枪，卡住了。结束了。没有，已经好了。这任务也是蛮快的吧？我银牌啊，陈柏宇你铜牌。你看开飞机随便赚钱呐、啊，操！啊，这怎么才15000？为什么那车外面还有台湾呢、啊？好扯。最后一个才是最多的、啊，因为我是爱台湾的。是怎么弄到的、啊？不是按你拿多少？加班应该差不多吧。我拿15000，光拿15000。我也拿15500啊。我也是、啊。那就一样。还有什么任务可以破啊？干，我需要钱呢、啊。还有啊，还有。没钱买房子。多玩一些游戏就很多钱的吧。我每次出生都在荒郊野外。你设定重生点啊？呀，为什么我还是黑屏呢、啊？我也是啊。原来是这个样子、啊。原来是大家都这样。我右下角还在跑。我也是。我也是一直跑。整个黑屏，错啊！哎，有了。有了。尴尬。我在机场哎、欸。我没有哎、欸。尴尬、哦，我也还没有。我也还在跑。我在机场哎、欸，出来了。207是不是比较猛？哎、欸，靠北，失去连线。太菜了吧！我还在跑。没事、啊。还在跑得很菜，妈的！靠北哦，啊，我回到那个，我回到故事。看。我超菜鸡。我在转回。我已经回来了。现在到底在干什么？小，可以先洗澡不要？好。陈柏宇先洗啊！快！真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只有我跟陈柏宇在这里。我要揍他。那我觉得，我也先去洗澡了。好、啊，快一点吧。有啊。我去洗个澡。我买到我快没车库了。买车快买到没车库。饮料，啊干，三宝，哎、欸，啊，我先去洗澡了，赶快去，晚十一点来不及，太过分。我刚才睡觉啊，你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吗？你打给我，陈柏宇为什么在玩？我把你都打给你的时候，你就已经他妈7点就要睡觉。因为我那天去六福村，整个爆累。陈一航。为什么你不洗澡？为什么你还在？我说你去开车还在我，不要让我在挂机被踢掉。哦，啊，可是你还是会被踢掉啊。该踢你啊，为什么？五分钟被踢掉就被踢掉。难呢。刚冲加很快。你就在我绕圈圈就好，等我一下。
可是你不会动的话就好了，飞车飞车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看飞车飞车。啊！啊！干没飞好。10万的 10万的 10万。你说你的家哦？没有，我住10万的。哎，我记得11万就可以买一个家。可是那家不是在沙漠吗？没有，在那个偏乡。哎，要多少钱才能买家？你们的家要多少钱？不知道，60-70万吧，或100多万吧。那才10万，王打顶，妈的，才10万。你可以先买一个10几万的。存一下之后再买大的，再买好一点。哎呀，那个，你们在哪？我不知道我们在你房。你可以加我房。加你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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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I take it this isn't purely a social call. Of course not. You're in trouble and you need my help. No problem. 这么可怕、啊？太可怕了！还是你加来我这个？噔噔噔噔！不然等他们洗完澡再说。那我先玩。我先看一下。你说不要飞机没在载我，没差，我刚才载你出来，飞机起飞实录，要不要坐快点？嗯，第一人称非法。哎，陈勇载我，我在你这个，你知道我在淡水吗？对啊。来，找我，急库，我在机场附近的，在我怎样？沈博文，走过来，这台飞机上。我来了，等我。那台车是谁啊？应该不会说话筒吧 ？Life ZHCN。其他的啦，哎、欸，他打问号，他打一个问号，你有看到吗？要玩吗？哇靠！直接找到一个路人。哎、欸，要怎么打字啊？旁边那边怎么打字？按 Enter 就好。等我，靠飞啊！干他真会开，不告诉我，妈还玩抢地。等我，我来了。人吹头发。哎、欸，要怎么打字啊？那种在旁边打字。陈勇，要怎么在旁边打字？我一下，兄弟。大台的，上来飞机。哇，好吧，哇，这飞机太大台了吧？我操！我操！
哎、欸，你怎么离开了？断线了。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。没有。第一人称起飞实录。等等，他在等他、欸。等谁？等谁？他想来，他想上，他想上。我洗完澡了。我洗完澡了，好爽。我又跳回复戏。好清爽、啊！第一人称起飞实录，整个好爽。对啊。哦啊！怎么了？起飞喽！啊？陌生人上来？什么？那个陌生人上来？有啊，上来。起飞，起飞！有什么小？还在这兒，降落了，准备降落了。第一人称降落实录。炸了！我直接被八五三枪杀爆。旁边做的什么？我现在200,000可以买什么？可以买房子啊！我来开差事，来开差事。啊，温泽明呢？温泽明呢？温泽明在吗？华晨在吗？嗯。去买武器。
台可以开吗？哪一台？哎，怎么不见了？哎，超大的飞机不见了，被他打爆了。所以他才跟我说收入。What's up, pal? Okay, so you're in serious trouble, and you need my help. Okay, okay.去买武器的地方，我想买武器。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买一些比较炫酷的。台湾不是中国吗？他到底是他名字是台湾的，为什么要装中国人？来玩来玩，来来进来玩一下。文泽明呢？文泽明怎么不见了？我要去买武器啊！二十万可以买什么跑车吗？就一些普通跑车。妈，我们要吃东西。好，你说好。不要再炸着了，就卤味啊！我被打伤了啦！我自杀。怎么自杀？按 N 啊，里面有一些东西，有自杀可以选。好了，本身长这样，不错吧？真是这个屁股 ，Holy shit, man！Holy shit！ 温哲明在干？嗯？温哲明？嗯？干嘛？干嘛？喂？我开赛事咯，开啊，华晨应该也在了吧，我就让你处理一些事情。好嘞好嘞，想说我在路上做了他们可能会觉得不适当的事情，那需要跟这个单位讲说把那段剪掉，他让我跟他讲不行，需要这样，想说干你，准备快点上车，靠北，我卡住了，完了，快快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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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他打死，快跑快跑！啊！啊！还是他妈的一个乐视支持中国的台湾人，废物！他的字会有方格，就代表他打简体字啊。乐视小，所以他中国人吧？乐视中国人。哎，哪个认识中国人？有一个路人啊，我还让他上我飞机。我处理他。我还有个台湾人嘞。没有。结果他支持台湾是中国的，操！打死他了。把他杀了之后就开始跑，逃亡啊！开着警察车逃亡。
怎么在这里？他怎么在这里？瞬移啊！我也没有开啊。那就说验尸机啊。下车上车下车下车下车啊！谁叫警察？进了战局。哦，进来。好了，我在等直接我开开是啊。哦，他妈的！他撞我们了。他怎样？他干嘛？靠！狗狗炸死我们！反叛！反叛！他反叛了！我开差事直接进来啊！他离开了，他离开了，垃圾人。啊、还以为台湾人哎、欸，一个中国人跑来跟我们凑热闹。然后他说：“你们台湾人吗？”然后我们就说：“对啊。”然后说：“台湾不是中国的吗？”干你！扁他了！打他！操！打他！好笑。我们是先跑打了他再跑。刚刚把他打死，太可惜了。巴士风云。快点用猜字啊！我在用啊。有个人直接被我揍倒了，好可怜。哎，怎么没扁他？干！扁他！你们有了吗？有收到邀请了吗？有，陈波有了吧？你看马上那边鸡巴了，怎样、啊？他说什么？又是炸的？不是。他妈，你们现在才吃饭是谁？我来了。开始啊，开始。陈一宏离开了啊！我离开了，傻小啦，这连线错误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有一栋房子，我看他卖多少。啊？他现在不是在 loading 了？我看一下哦，日食大楼31号公寓，200,000,100,000,100,000,400,000。九号公寓37万。我要存开一次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存钱买这个40万，还是37万？我要存。存啊存啊。哎、欸，等我一下，我好像要解个任务。你要解任务？哎、欸，没有没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一个我要解的任务，你要不要听啊？你先进来我们的吧，可以吧？好。要干嘛、啊？进来啊，陈柏宇，不是邀你了。你没邀啊？啊，炮神呢？我没有做到。啊，有了。
要了。我没收到。有了吗？有了吗？这怎样？这是干嘛的？这也是其中一个抢劫任务哦。有三个准备任务，才到第四个是那个抢劫的。有了没？浩辰。我不知道，我直接从好友那边加了。可以这样加吗？可以吧，因为我没收到，我真的没收到。Dingo le da, dingo le. Dingo le da, dingo le. Dingo le.收不到赞，要信。他2070怎么那么烂呢、啊？收不到邀请，关他屁事啊！为什么温神也不见了？屁啦，我还在啊！你离开了，太久，他自动跳出吧。我在重加，你在邀请。再邀请。好、哦。啊，阿比来吧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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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！太好听了、啊，那个。对吧？神歌啊！妈，那什么歌根本是他妈的神曲。阿斌来。怎么载那么慢？我跑那么慢、啊。来慢是正常啊，这游戏是剧情。邀我吧，看我收不到，收不到。
我还没进去怎么样？邀我，邀了，等一下，还有正在邀请。你邀请，有了吧？有。小影呢？我进来了。已加入，已加入。没得，哎，你怎么离开了？靠背啊！靠背，你在干嘛？靠腰。现在换温志明了，他是死不让我们玩。哪有屁啦，是你离开。我没离开。有啊，干！我上一次是房主你离开。没有，那个那他们两个不在。对啊，他们两个都还在。房主靠背哦、喔，傻小啊。他上面写队长你离开，干智障，妈的！这要你是？干你啊！哪个人创出我一定扁他。你敢他妈？乱唱游戏 ，Mr. 小影，得得得，辛苦嘞。哎，开始啊、开始哦。哇，舒服，开始播把辛苦嘞。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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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得得得得得得。还有黄色封锁线，然后我玩这就不玩了。嗯。会不会穿的也太好笑了？这样太好看了，整个肉一坨哎！我豹纹仔。哎呦，你那豹纹是啥小？哎呦，哎呦，太凶了，太凶了！凶了啦！太凶了啦！太凶了！太凶了啦！这谁的车啊？妈的，我开啊！这华晨的，哦，这华晨的，华晨你、啊。看一下这台蓝宝坚尼，看一下这台蓝宝坚尼。哎，华晨，华晨，你那门上怎么有台湾啊？好炫哦！合作中。合作中。1800在哪？华晨，你在台湾好屌哦！哦，1800在这里。好，走，开走，开走。华晨，你在台湾是自己弄上去？嗯，对啊。台湾自己弄上去，太帅了啦！啊，你刚刚没有开这台车就给中国人看，妈的！他每台车不都有，有改过的吗？哎、欸，干嘛干嘛干嘛？拔庆国栋，啊，我应该开骷髅马，这关是有警察、欸，那完了。你开这台会被射爆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没被射爆，你就先摔爆了。啊，老塞。啊，绕塞，等等要换车。那陈勇，你开什么？他开 Lambo。哎呦，完蛋了，没有一台是完蛋的。我要放屁了！我、哦、啊！前面那什么啊，交通事故了。哎、哦、哎，自撞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样的、啊。我倒了。门都没了。我要他还撞我哎、欸！傻小啦。虽然没改过，虽然没改过，超难控制的。靠背，敢自来太帅了！怎么敢会放屁？不不，我是在放屁。哎、戴面具。靠背啊！你这前面挡风玻璃都不见了，傻小。我还在啊。垃圾，我的屁啊！你就不在好不好？名字还在。名字不在啊，名字破掉。那我从前面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在打屁啊。然后你把旁边也是里面包，没关系，我也帮你包。哎、欸，陈阳，我等你啊，我要抢了。哎、欸，快点啊，我们要抢了。他在哪边？
我开枪射那警察。哎、欸，不要不要，你一开就那个直升机就要轰我。跟着就好，直升机在哪？直升机在前面。我等下先把直升机打下来。超近，这样超近。你要，这样要到是不是？我要把直升机轰起来。到。我把直升机轰下来了。等一下，你轰下来就是一星的啦，靠飞。还、啊、要跟着吗？要跟着吗？我去偷。哎、欸，换成车镜。我这里超危险的，我完全没有装过。靠飞。靠得到吗？我来帮你。妈，一天车还会转弯嘞。你拿到车了？还没。快拿到！我把他堵住！他堵他！快点！我看他会射你！快点！干嘛被射倒了啦？干你在干嘛？我看他那台车超硬的。对。我看他超硬的。快点，你们一个先去偷啊！我死掉了。我来。我抢一台车过去，靠北，这车超快的，大家我一干。妈的！这车都不停的，进来，快点！甩掉警察，你自己甩。对啊，我看我打电话能不能。靠北，有个警察在那边想干我。小英甩不甩得掉啊？甩不掉，除掉空中部队。有人要载我。靠北，我死掉了！哎、欸，那我、要输了，要输了！靠北，你们没有人要载我啊！干，在开骷髅马了！开骷髅马，快点啊！干，你不行！好像不能再选了，好像重来。那就重新啊！干！哎，你汤啊，真有！哦，我们要先，我们明天再玩吧，明天再玩，我妈回来。好 ，so sad。拜拜。Thank you.